Hello， 可爱的短尾狮，九，我要说公分了，九到十公分吧。这一边的一只600，我等一下要调一下气啊，像这个气就打太强了。哦，其实大缸没关系，只是我把它隔一半，所以这个它会变成一个环流。对金鱼来讲，我那个气打得太强了，好、哦，可以用个气泡盘就不会那么强，或者是把气打在一半的高度就好，在鱼缸里面一半的高度，这样子水的流动就比较小。啊，你把它弄在最底下，它水就整个这样动。最主要是气打得太强了。好、哦，你看有喜欢的再截图，欢迎来电自己挑。然后旁边这里是900块的，900块这边我就是挑体型比较元宝一点，然后头流发达的，好、哦，这一边半边的是900的。这一只白脸的，看金鱼真的很呆啊！你看它刚刚吃，然后还在那边小小转圈圈，它现在嘴里装饲料一直跑。好，这边是900的，这边是600的。好，大致上这样。我今天上船是才不会那个，有的人也许要寄鱼的话，可以一起寄的哈。好，拜拜。